呢個咧就港鐵啦，啊，咁啊位置咧其實就開源道嘅，啊反轉咗隻字，開源道，啊今日就行下呢條開源道啦，咁啊點零鐘左右啦，咁啊相當多人嘅，咁啊側邊呢一度咧就有間消防局嘅，一間消防局。咁開完道咧，就可以直入去海濱花園嗰邊。咁啊，有分左右嘅，咁啊，試下行一邊。嗱，啲人喺度除咗煙，送貨啦。咁啊，對面都影過噶啦，對面就係觀塘廣場。咁啊，之前都唔遺疑，原來都幾勁嘅呢個觀塘廣場，即係啲嘢都幾齊啊！我自己覺得。作為一個舊的商場咧，咁佢都算係咁樣啊，好多車啦，好繁忙。嗱、啊，開完道咧，其實我都好怕去行、啊、不過就人啊相當之多咯，咦係喎，係咯，三個一樣喎，都。啊，幾有趣啊！姊妹同心啊，呢啲叫做奇利斷金。咪以前好興嘅，以前咧成班 friend 嗰啲咧，女仔好興啊，嚇、啊，即係會著同一款嘢啦，嚇、啊。嗱、啊，可以睇下欣賞下度先，可以駐足望下。平時個開源道係幾咁繁忙，啊，架車鏟埋上個馬路嗰度。啊！呢、這個觀塘廣場出面嗰個位置，好多人放工放飯啦、啊，放飯啦、啊、嚇，食、啊、飯咁樣啦、啊、有左右兩邊嘅，行右邊啦、啊，我諗。咁啊，馬會咧仲有。柯源道有咩嘢睇？啊，咁啊，全即係其實旁邊有好多呢啲工廈嘅，咁好多人喺度翻工咁樣，泊車啊，所以間唔中有啲貨車會轉出嚟嘅，喺呢啲位置轉出嚟。嗱，你睇下見到啲車咧，哇，打曬交叉咁樣啊，柯源道。一堆商廈、工廈咁樣，啊，做個地盤啦，喺度。嗰啲行左手邊好啲，右手邊就睇地盤。地盤山站，哇，好嘈啊！左手邊咧就元城中心啦，呢度有。咁咧，鏟鏟地有駱駝七大廈啦。呢座嘢據說好多嘢睇。一過馬路過對面望下。啲座嘢可能層層都有啲嘢睇，都係我覺得算係地標大廈啩，我自己一次都未入過。咁啊，再前少少就考明街嗰個位啦，喺嗰邊。咁啊，行過冇乜特別。好多大貨車啦，所以其實開完道咧，呢條路嗰個煞氣好重。
送外卖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横冲四撞。骆驼七大厦，咁啊有个停车场嘅位啦。啊咩望下先？人头人涌，咁啊前边呢度个位嘅，望下系咩嚟嘅先，研究下先。嗱，我都唔明点解呢度咧，呢个位咧成日都好多人。呢个就系骆驼七大厦第三座，嗱呢个位我真系完全唔明啊！即系个骆驼七大厦，我都有啲兴趣行下，不过就未有 idea 啊！嚟到咧，我企咗喺度咧几分钟，一大堆人，系咯，应该一大堆嗰啲开仓嘢啦。喺度咧，一条巷仔咁样嘅，咁咧有啲小食啦。呢個賣下小食啊！古早味蛋糕啦，亦都有。呢度條巷仔啦，總之又係李圓圓。嗱，呢個可以獨立咧，開一條片出嚟。不過我就 preview 下先。迎豐海南雞，好多人喺度等外賣。咁呢個位咧，第三座呢個位咧，好多人等緊 lift 上去喎。啊！成個 lobby 都有人。我望下水炮有啲咩嘢啦。埋啲燈飾、家居嘢、啊、嬰兒用品。但又唔知點解好多人，我唔覺得佢有咩特別啊！咁啊，遲啲再慢慢研究。嗱，呢個獨立成片嘅啦，可能幫我再研究一下點樣行，因為佢呢條巷係幾得意。骆驼七呢条路，不过佢里面仲有啲嘢，不过我就即系今日唔行住。啲特卖场啦，嗱嚟翻开源路，啲特卖场哇好大个，哇喺成 set 鸡蛋喎，31.9嘅啫，30只嘅有。哇！31.9，30只，1蚊只啫喎，差唔多，好平喎。有啲米啊，嗰啲，哇！啲嘢都好抵。米又有。嘢飲又有。OK， 立一立算，啲雞蛋好平。1蚊只，哇，好繁忙。嗱，呢度咧就有間 City Bank 啦，細細間咁樣。啊，最近興酒資咧，咁啊，個個都揦住個 City 啊間酒資。多元道啦，咁亦都好多銀行嘅佢呢度，啊，咁啊有中銀啦、恒生啦喺對面，啊，即係左手邊就美資啊，右手邊就中資啊，大家自己揀，揀條路線去行啦嚇，喺左手邊多人行啲喎。
興業街打橫一條。咁啊，我記得印象中有間咩小時光，以前都成日去，所以拍拖啊都會去食下嘢。你好似呢度加密記喎，但係唔見咗咯。呢個位置前身好似密記，呢度加唔知乜嘢喎，又係嗰啲雜貨店。賣雜貨算啦，呢啲冇乜特別。喺度咧有中國建設銀行、亞洲。啲車好急好快啊！咁你見到咧，好強烈對比啊！咁要封曬門口嘅。啲中資銀行唔知點解仲封緊個門口。美資啊，恒生都唔抵喎，都唔會話封住個門口。望下啲工廈啦。千幾尺，578，工業大廈，600多尺，400萬。哇！除咗人就係人啦，超多人。如果你話整體人流嚟講咧，開源道我諗係全港九排名首位咁滯，我覺得嗰人流啊，即係佢無間斷啦，即係我講緊，即係你話量度嘅話啊，一小時或者係5小時計啦，即係旺角係間歇性嘅，即係旺角咧就你有時都啲人都會疏啲，但係咧你見到咧開源道真係源源不絕咯，都冇改錯名。咁啊，沿途工廈冇乜特別。我都貨車啊，送貨噶啦。仍然是開源道，咁咧打橫呢條咧就紅圖道，紅圖道都有啲意思想行下嘅咁啊，不過陣間先再説。不過紅圖道我覺得冇乜嘢睇，咁啊依一條啦，紅圖道、紅圖偉律、開源節流。全部都成語嚟嘅，咁啊繼續行啦，呢個開源道，啲建築就咁樣，啲工廈款啦。呢度咧都有間茶記定乜嘢嚟噶，賣包嘅係嘛？有間唔知乜嘢係咪賣午餐嘅呢間又？42元啦，午餐主義每日不同。食呢啲，
都幾好餸，有雞排又腸，有馬來咖喱吉列魚柳飯。開完道咁就應該差唔多完，前面嗰位就完。呢度間朱記冰室，咁啊唔係好貴啫，50蚊、52蚊，咖喱牛肉飯52蚊。瑞士雞批紅腸50蚊，有湯餸。朱記啊，都有幾間餐廳喺個開元道嗰個最尾嗰段，一起食堂啦，呢度有間。兩包咧？啊，唔影啦，因為個門口好細，見到佢。但是有很多人，好，那這個就是開元道。純粹我覺得這條路呢就是可以讓你 feel 下人流，應該最尾依個位嚟噶啦，咁啊 Easy Living 啊，買啲氣炸鍋嗰啲生活嘢、生活家品，亦都唔使篤嘅，唔使篤體温嘅，唔搞笑。好大啦依個位就，稍稍啦咁。買啲碗碗碟碟。啲氣炸鍋，哇！好大個。有啲鑊咯，又平又貴。啊！呢個大大個鑊，398。咁啊，仲有咩咖啡機啊？唔係喎，攪拌機。攪拌機啊，799。咁啊，應該差唔多呢個位係盡頭。再前少少就去觀塘碼頭嗰個位，望望先，又係啦，一個迴旋處嚟嘅。一開頭嗰個都算一個迴旋處啦，啊，不如迴旋處就做一個結尾咁樣。咁啊，行前少少，我再望一望，咁咪做個結尾。喺度就偉業街嚟嘅，美德工業大廈偉業街。OK， 我諗呢一條又另外一邊嚟嘅啦。啊，不過幾得意啊！佢有啲燈咧喺度，夜晚可能幾靚。啲燈喺度，吊燈喺度。咁啊，呢個迴旋處。幾得意啊！咁啊，種咗幾棵大樹喺度。啊，咁啊，影到呢度啦。咁啊，依個開元道嘅影片。啊，多謝收睇。